家好，我是 Dennis， 欢迎来到 New Chesterfield 公寓，一栋建在古典之上的现代艺术品。今天我要带大家见识的这一套三房2.5个卫生间的双层复式公寓，将近有170个平米。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要带您见识一下这个公寓最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我身后的这片阿尔伯特公园，楼下呢就是高尔夫球场，后面呢是一整片墨尔本最漂亮的菲利普海湾，以及每年4月份都会在这边举办的 F1 方程式大奖赛，整个赛道你都可以在这边一览无余的看到。整个人站在阳台上呢，你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个公园给你带来的这个森林的气息。当然了，这个 New Chesterfield 这个公寓呢，远远不止于这一个亮点。我们来看一下别的吧。整个客厅呢是一个 L 型的布局，非常好的把这个客厅和餐厅给区分了开来。客厅和餐厅之间的这个阳台呢，非常好的把这个户外的空间给融入进了这个整个一层楼的这个房子里面。当你首先走进这个屋子的时候呢，你会跨过这个由古典风格的陶瓷所组成的地砖，接着呢，你会踏进这个法国橡木做成的 V 字形的拼花地板。然后我身后的这个呢是非常考究的这个法式的烤漆的橱柜，非常多的储物空间。最后你会在这边看到这个由意大利全部进口的大理石所组成的一个非常超大的岛台，每一点都彰显了这个房子与众不同的奢华。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齐全的开放式厨房，双水槽再加全套的美诺的厨卫电器，你可以在这边做自己任何想做的食物，或者说你可以在这边打一杯咖啡啊，做自己喜欢的奶昔啊，甚至于呢，你可以坐在这边摆上几个高脚凳，和全家一起享受每天的早餐时光。厨房的这一侧呢是一个不如厨的橱柜，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储物空间，平时你有很多的就是瓶瓶罐罐啊都可以摆在这么一个储物空间里面。厨房的另一侧呢就是这个房子里面剩下的0.5个卫生间的所在之处了。来看一下，整个呢由大理石墙面组成的这么一个非常高贵的洗手间。然后之所以它称之为0.5个卫生间，是因为这个卫生间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淋浴设施。这个卫生间呢，除了给客人作为一个客卫使用，那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它还包含了这个房子的洗衣房的这么一个功用。打开这边的这个柜子呢，里面的空间你可以放下一个洗衣机和一个烘干机了，非常巧妙的设计。这些呢基本上就是一楼所有的设施了，那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吧。所有的卧室呢都处在这个房子的二楼，那这个房子呢一共有3个卧室，这一侧呢是2个客卧，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客人的卫生间。上了二楼之后，沿着这个走廊一直走到底呢，就是这个房子最漂亮的地方，也就是它的主卧了。我们进来看一下，哇哦，太美了！这个风景不管看多少次，你都会觉得实在是太美了。想象一下，每个早上你拉开窗帘，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墨尔本的菲利普海湾，整个最漂亮的艾尔伯特公园尽收眼底，不管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欣赏这样的美景，简直是太棒了。我想这个一定是很多人的终极目标吧。卧室的另一侧呢是一整面的衣柜，你有非常足的空间把你自己所有喜欢的衣服放在这里面，我相信一定是足够的。那在这个衣帽间的后面呢，则是这个主卧的独立的套间，我们看一下，非常现代的一个设计，同样还跟楼下一样，全部由黑色的大理石组成，然后2个水池水槽彰显了这个房子的一个奢华。同样的，里面有一个 freestanding 的 bathtub， 你可以坐在这个里面，然后欣赏着这个公园的美景或者海景，然后在这边泡一个泡泡浴。我相信这一定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一个梦想。OK，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带大家看这套房子的全部了。这个房子呢现在已经在市面上挂牌出售了，总共价格呢是209.5万，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